蒋万安不够接地气，然后都没有来拜访过。那相较于黄珊珊，他比较像天龙国的王子，王子就觉得像天龙国的王子一样。啊，台北市456个里哦，要每个里长都拜访完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每次说哦。其实是偶，你知道，我也没有干了八年里长，八年的市长，也没有每个里长都拜访过。这倒我倒觉得这也不容易了。我是讲啊，还是那一句话，我自己做市长的经验哦，什么都要学习，没那么容易。你要搞清楚，从教育的、交通的、都市计划的，每样都要一个 overview 的了解。要花很长的时间了，所以就不容易。